益生菌酸奶如何选择呢？超市里边呀，添加了益生菌的酸奶呢，可以在日常为我们的身体啊补充一部分的益生菌。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以下的两点。一呢，是选择的益生菌要是活的，那么酸奶的瓶子上呢，一般都会有标识。另外呢，益生菌的数量要达到呀每毫升超过100万个，否则呢起不到很好的效果。因为呢，益生菌在经过胃的时候啊，可能会啊有很多呢经不起我们胃酸的考验而活着到达肠道，所以呢，只有数量充足才能够保证有足够多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。另外，益生菌的摄入时间上啊也要注意，多在呢餐前食用，这样呢可以尽快的通过我们的胃部呢到达肠道，最大限度的呀减少益生菌的损耗。